佛系的 K5 Pro， 这个小家伙我用了一年了，几乎每天都在用。这个视频说说它有什么用。首先，它可以让 PS5 接音箱。PS5 接显示器的时候，有的显示器是没有 3.5 毫米耳机接口的，有的有，但是可能有杂音。我们可以把 K5 Pro 它的 USB 接口通过这条 USB 线接到 PS5 上。K5 Pro 有两个 RCA 接口，用它来接音箱，这样 PS5 的游戏的声音就可以通过它输出到音箱上了，而且前面还可以调音量，还可以调高低音。第二个方法， PS5 接电视的时候，很多电视是有光纤输出接口的， K5 Pro 附送了一条光纤线，光纤线的一头接电视输出，另外一头接这个 K5 Pro 的光纤输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电视上的声音通过 K5 Pro 输出到音箱上。方案三， K5 Pro 相当于是一个外置声卡，可以接电脑 PC， 也可以接苹果 Mac， 它的 USB 接口是支持24比特 96K 解析度的，游戏兼容性也不错。方案四，它还可以接麦克风，我这个是罗德的麦克风，默认是卡农接口，我给它转接到了 3.5 毫米的接口。本来我想用这个接口直接插到电脑主板上，但是实际收音音量很小，不可用。但是我没想到的是 K5 Pro 它的麦克风接口能推得动这种专业的卡农接口的麦克风。一般情况下，像这种卡农接口的麦克风是需要使用声卡来推的，这种声卡也得几百块钱，现在省了。如果你平时喜欢用耳麦打游戏， K5 Pro 随机附送了一条1:2的这种转接线，分别插到 K5 Pro 的前面板，一个耳机一个麦克风。其实 K5 Pro 它还有个优势，那就是它可以推高阻抗耳机，16-300欧的都可以。不过我没有那么贵的耳机，就没法测试了。各位没想到吧，这么一个小家伙竟然有如此多的功能。